天雾蒙蒙的，能见度就在1000米左右。对，这腿这个咋？6分就去到了。这去停的是导航还是又刷车了？这头走还是？大家好，我是黄头妹子，家里的葱没了，今天跟嫂子一起上来拔一些葱，走吧。就是的，哈吃行了行了。那炒葱花吧。哦，这些三元。哦，3号是吃的。那够吃行了行了。3号。这还倒的哦。这还倒的哦。那吃的少。你在看葱啊？哦，这些草。大水草过去了，这葱婆婆弄了渣子了呀，你弄吧。你还种渣子了？哦，过去整了，去还种渣子了，还种渣渣的，还把舌头渣的。过我还种渣过，过水草才往这吃了。哦，过也吃了，吃快去整上些去渣渣的呀。够吃了的，大海把都吃是，上的时候把头上吃碎了是吧？爬不爬了？这更深呀！不是还舌头长的了，还有还把咬，还有咬进人子，还咬开了。啊，过是新咬的，咬贵家长的。哟。嘿嘿。他喊了一句：“再回家，家里有18个。”过不少还长开了，不少有蛇发的。口诀你记得吧？忘了的。水桶是都是会记啊。为啥好啊？都会刷子哦，这都会刷子呗。这少这啊。刚才跟嫂子拔葱，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玩耍的情节，啊，童年的回忆总是那么美好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儿。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关注黄头妹子，或者在视频的评论区评论留言。朋友们，再见。